好，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，优酷提到各位球迷们，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比赛是2022年东亚杯小组赛第二场，中国队做客日本，来面对日本男足的比赛。上来先打一脚射门，漂亮！这是温家宝。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将会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。日本队的控球还会很多。是，哦，很危险。倒地的解围，外围跟上一脚。双方在这刚开场的一分多钟时间里啊，攻的也都丝毫的不保守。来看一下两个人的人墙，后点危险，漂亮啊，韩佳琪。但是这个球啊，打的质量真是不低。这战术日本队是打成功了，15号小本全人这位置完全空出来，有点奇怪。是，这个位置相当于你看他打了一个弹地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想的，但是这弹地打出来之后确实变线之后威胁很大。对，而且球速不慢啊。另外一侧的角球看起来，注意中路又漏了，哦哟，得亏是没压住。这球打得有点偏外脚背，还是小本全人，两个点都被他蹭到。对，那请问你的把球先给抱住。日本的这个定位球的有个战术，野津田悦人，有想法。注意，这是韩佳琪的点。这次叫的声很大。对，我来。哎呦，这球明显啊，用手扒拉了一下，没走远，危险。哎呦，这球其实真是要被他抡正了，还挺麻烦的。踢上海市联赛，反正干这事儿。对方想防快发没关系，这球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推的方向是的，江光泰啊。哎呦，这个位置被抢不是什么好事儿。能不能追上？封堵出去。先解围，再有身体接触。这个没哨，这个是没有哨的。这种威胁的传球他们是真敢给啊。一脚球后点危险，漂亮啊，韩佳琪解围要果断啊。右边路可以给，看了一眼中间，要身后顶他，后点不着急压下来打。哎呦，没办法，这球确实球速他转得不够快，有可能要吃牌，战术犯规。开起来要当心后点。行，对方也没抢到。野津天人那一瞬间一定是以为中国队的队员撞了他，没想到回来之后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。哎呦，这个危险，没能过对方的顶。危险。哎呦呵，西古真大没压住，得亏呀，他这外脚背撩的太隐蔽了，而且蒋光太这个放铲有点操之过急。蒋光太这时候没办法了，因为他是居右的，是他必须是对，所以他最后这一下呢，他知道自己尽力去够了，已经跟不住了。看、这只能是赌这一下，这要当心对方的反击了。右边，嚯，这提前量真敢给！注意禁区里头有包抄，头球危险，门球。哇，蒋光太第一下立功了，他这第一点挡得很关键。再来看传中的点给得很好，对、而且有一个明显的下坠，是，所以这一下蒋光太第一时间的预判是用头去解围，像这种是无所谓，这个确实不好停啊，这只是没停好，这力度跟打门都快差不多了，但是也很危险，对方闪出空间了。韩佳琪，咱们夸完还是有用的。问题远端大范围转，好球，先看停球，好的，可以有套上。直接打一脚，很暴力，但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。这感觉来了，挡也挡不住。是啊，哎呦，这个球危险。这是什么几个意思？还想再传啊？是啊，护住，护住，对，往前给方浩。
哦，这是之前的常用套路。呵，这都是怎么了？自己往自己队友身上闷。哼哼。还头还挺晕啊，这下没缓过来，没缓过来。哎呀，刚才说队长别开枪，这马上就打了。来，再看一下啊，还真给慢动作。一二三，走你！哎呦，躲都躲不开，挺难受的。而且这是侧后方打到脑袋上。哎呦，可惜，抢一下吧，抢地墙。对，就地的反抢，他也得慌。球停的还可以，好漂亮，戴伟俊，嗯，写意，摘得很清楚，队友位置好的，陶江龙，想钻他小门，差一些，差一些，再接着抢，嗯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倒地了，但是日本队不会因此停止进攻的，赶紧，这得站起来参与防守，实在不行准备换下一个，危险，角球，要不要换人？要不要换人？这下确实，你裁判。不吹停比赛你也没脾气，这可以吗？来看一下后点抢到抢下来这一点，哦，我的天哪，朱晨杰差了一点点，球速还很快，就高了那么一内内，战术也打成功了，是的，给到后点坐下来，朱晨杰有干扰